位学友，大家好啊！今天我们来看看第十二条，先来读一下啊。这一条比较短。阿哥，阿娘，阿汤尼，善言多心比，比福尔基苏波，马吉格瓦尔加基森比。阿哥，阿娘，阿汤尼，善言多心比，比福尔基苏波，马吉格瓦尔加基森比。好，我们来看第一个知识点啊，这都不算知识点是吧？就是阿汤，这个闪烟多心比，这是入伏的意思，固定搭配啊，入伏。这里需要注意的，闪烟它在满语中确实有白色的意思，这没有任何问题啊。但同时，它也有这个更的意思。这个更是哪个更呢？天干地支的那个更，是吧？甲乙丙丁戊己庚辛的庚。那这个闪烟斗星币是啥意思呢？就是入庚。那这怎么就是入伏呢？因为这个隶书有规定，是吧？夏至三更便属伏，意思是啥呢？从夏至日开始往后数到第三个庚日。是吧？哎，这个庚就是天干地支那个庚啊。好了，对于这个知识点，你最低要了解山烟多心比是入伏啊，剩下其他的你能记就记，记不住拉倒，是吧？然后往下看，说 B 伏尔基苏波马吉格瓦尔加基森比，基森比啊，基森比是啥意思呢？任何人都可以，任何人称都可以。动词词干加 key 加 sen 比，意思是 A 想要做，A 想做，想作为啊，相当于英语里那个什么 somebody 什么 wants to do something 是吧？这么个意思。举个例子。巴图盼遮起森比，盼是面包是吧？遮原型是真比，是吃的意思。把真比变成遮起，再加个森比，意思就是某人想做某事儿。巴图是这 A，就是巴图想吃面包，是吧？好了，清个屏，比较一个知识点，比较第一人称 B 或者 B，直接加动词 key 和任何一个人称加 key 森比，他们俩有啥不一样啊？这个俩还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在哪儿呢？B 是我，B 是我们，都是只包括说话人一方啊。B 不拉不拉不拉，动词 key。比如说以塔钦比为例，塔钦比是学习，对吧？B 塔奇 key，我要学，是我告诉你我的一个诉求，是吧？这是一个直接表达，我跟你说的，我说你听着的。B 塔奇 key，我就要学，或者。波塔奇奇，我们就要学，是属于这个愿望表达，而下边这个 key 森比是陈述，be 塔奇 key 森比，这是陈述一个事实，就是我想要学习啊，这是不一样的。这个 key 是在对话中出现的，这个 key 森比也可以出现在对话中，但它是陈述说话者的这个。说的一个内容啊，还有就是动词词干加 key，只有用在第一人称单数或者复数的时候才能表示这个愿望，而这个 key 森比可以用在任何人称之上啊。好，接着往下来啊。
那这个第一页就说完了，是吧？我想要稍微亮点姜啊。第二页来读一下，热边一车蹲的乌台山烟到心底，富尔基苏波瓦尔加奇塞。热边一车蹲的乌台山烟到心底，富尔基苏波瓦尔加奇塞。第一个知识点。几月几日？这个时候月要变数格，说成几月的几日，直接说几月，这个月份是吧？比如说三月，一览吧就是三月，但是它后边带了日期，比如说三月三日。一览吧，一览一能你不行，这个吧要加一个数格，说成一览边，一览一能你三月的三日啊。好了，那回到我们课文，这个我们知道，这边这个月的，一车堆的，一车堆是初四，初四是吧？初一到初十加一车是吧？初一直接就是一车，不用以车木的，一般是农历历法表示日期是吧？本月初四就入伏，入没入呢？没入呢。今天不是初四，今天可能是初三、初二、初一，是吧？反正不是初四，所以后边用了 NB，是吧？好了，那我们扩展一下，如果我跟你说，热边一车蹲的，舞台不要，山烟多西哈比。多心比，它特殊变哈形变咖，它不接哈，它接咖。多西卡比已经进入山烟，多西卡比已经进入伏天了。这边一车蹲的山烟，多西卡比。那么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几号？今天要么初四，要么初五，要么初六，一直干到三十都可能。反正今天不是这个月的初一、初二、初三。听懂这个差别了吧？嗯比或者拉热罗都是要发生，哈发生了，哈比已经发生了。好，以前讲过了哈。福尔基苏波瓦尔加奇塞，这里有个七，七是什么？动词的嗯比形就是它的原型，把这个嗯比去掉，加七，条件假设是吧？如果做某事儿，做某事儿的情况下如何？原型是 var gambi，意思是晾晒，它变成 var gachi。如果晾，如果晒，如果晾晒浆的话，怎么着？好啊，晒浆的话好。汉语里这个什么什么的话，其实表示的是一种条件或者假设。第三页啊，furgisu sere jaka nielmai。奥利苏敦波哈芬布莫，赫南图昏波翁尼莫姆腾比。再读一遍，福尔基苏斯尔扎卡尼尔麦奥利苏敦波哈芬布莫，赫南图昏波翁尼姆腾比。第一个知识点 A 色热 B 是吧？A 色热 B，它最基本的含义是叫做。A 的 B，这里是引申为所谓 A 的 B，A 是谁？伏尔基苏。B 是谁？扎卡东西，叫做姜的东西，有点怪是吧？我们当然知道叫做姜这个东西了，那就是所谓姜这个东西。所谓姜这个东西怎么样呢？尼尔麦奥林苏克顿。Orin sukdun, Orin 是精力，sukdun 是气息，放在一起精气，是吧？哈分不摸，这里有个使动，是吧？这玩意儿得说一说，A B 的哈分比是 A 通道或者通达 B，
A，B 波，C 的，哈夫，注意啊，不，它特殊，哈芬比，读的时候是哈芬，嘣，这样分，这样划分音节啊。红色的线是音阶的划分方式啊，哈芬嘣比啊，意思是什么呢？A。让 B 通到 C，这里谁是 A？将这个东西，谁是 B？尼尔麦奥林斯顿，人的精气，谁是 C？没有，没有就没有，那就是 A 让 B 通，将这个东西，让人的精气通，通人的精气神儿，好。第二，翁音比，这个多说两句是吧？翁音比，A、B 波、C 的，翁音比，意思是 A 派或者浅，B 去 C 处啊，是派还是浅还是派遣，这都属于翻译技巧。它的核心是讲 A 让一个 B 这个东西从 A 这个地方往 C 去，啊，B 是那个运动者，是吧？这叫 A B 波 C 的翁音比。在我们这个句子里，谁是 A？江是 A，谁是 B？俄克难吞，污秽。谁是 C？不知道，反正不是江，不是这个 A 的身边，是远处，是吧？由近及远叫翁音比。将这个东西能够浅污秽。第三个知识点，看着啊，哈分不摸的摸画下来方块一，翁一摸的摸画下来方块二，木吞比画下来方块三，两个动词摸型共用一个木吞比，讲过好多次了，动词摸木吞比是能做这个动作，动词。词干么，mutraku 是不能做。对应的疑问，动词词干加么加 mutenbi，最后不是以第六元音结尾的，所以加 mutenbiu 能作为吗？动词词干加么，mutraku 第六元音结尾的不能加 u 了，要加 n，mutrakun 不能做这个动作吗？两个，甚至还可以更多，三四五多少个都行。模型共用一个母吞比，母吞比在最后，是吧？将这个东西能通人的精气，这时候汉语里这个"通"是个使动用法，是吧？使什么通，是吧？将这个东西能让人的精气神通开、通畅，能够排遣污秽。好，第四页，暮色尔班。查干的亚布热阿巴萨哈的格讷热的，穆斯尔班查干的亚布热阿巴萨哈的格讷热的。第一个知识点，尔班查干，这个查干不单拿出来用啊，一般不单拿出来用。此处尔班查干放在一起，我这里边加了个下划线，是吧？这个下划线表示它俩是个词组，是吧？公物，公物，尔班查干的亚布热，在公物上行走，这就是满语的表达。但是汉语不太通顺，哎，汉语你，当然，如果你老看清朝电视剧，你会发现这个，你从来没想过，但是有一天你学了满语，很多事儿你就突然明白了，是吧？你看清朝的电视剧，是不是老说什么在什么军机张京上行走，在什么什么上行走？这个行走就是把雅布米硬翻译成汉语的，其实就是当差行走或者当差就完事儿了。尔班查干的雅布热就是当差办公。好，紧接着往下来，阿巴萨哈二者都是围猎、田猎的意思啊。在这里，我们这个课就不细分阿巴和萨哈有啥区别了。如果你感兴趣，去查《玉字增定清文鉴》，用满语解释满语的这么一个词典，相当于现代汉语词典，是吧？在汉语里的这个地位，哈。
阿巴萨哈德跟那个去哪儿？去围猎？去田猎？围猎和田猎，注意此处都是名词啊，都是名词。那么去一个名词跟去学校一不一样？不太一样。去学校塔奇库的跟那个塔奇库是动作的终结点，阿巴萨哈这里加了个的，更像是表目的，目的啊，目的是这个的吧？目的啊，为啥而去？为围猎而去。是吧？好了，讲完了哈，还有最后一个知识点，来，把亚布热的热画下来，方块一；把葛那热的热画下来，方块二；把的画下来，方块三。哎，这个其实很简单，但是我还想细讲一讲哈，就是两个甚至更多个动名词，最后可以合用一个格助词，在咱们这个句子里用的就是一个。表示在某时间的语位格格助词的做某事之时，动名词哈，动名词有很多种形式，根据你的需要是吧？加的，在做为之时啊，在做为之时啊。好了，那在这里就是。在咱们往公务，在咱们当差行走之时，在咱们行为打猎之时，怎么着呢？特热波马吉格法都拉菲查克斯热贝昆伊能尼德忒苏勒奇，特热波马吉格哈法都拉菲查克斯热贝昆伊能尼德忒苏勒奇，再读一遍啊。特尔波马吉个法杜拉菲，查克斯勒贝昆尼能尼的忒苏勒奇。好了，特尔波把它不用讲，法杜拉菲拿荷包装了之后，这里讲一讲名词法杜荷包，派生动词法杜兰比用荷包装啊，然后动词的 fi 形是做为之后，那法杜拉。fi 就是装在荷包里之后，把什么装在荷包里？把它是吧？把它装在荷包里之后怎么着呢？chakse re bekuni nengi。哎，这个我要清个屏讲一下。这里第一个要讲的是 chak，我的下划线表示空格啊。chaksenbi 模拟词，意思是像针扎一般的疼的那种冷。让你冷的感觉好似针扎一般，这叫 chaksenbi。好了，那这里我们讲过了，senbi 要根据你的需要而变形。如果变成 semo，那你就可以修饰一个动词或者一个形容词；变成 sere 哈，你就可以修饰个名词。那我们这里看 chaksere 是不是 sere 呀？那我们认为它是第一个定语，然后 bekun 是第二个定语。他们来修饰三伊能尼，而不是查克舍勒修饰北昆，然后北昆再修饰伊能尼，不是这样的啊。伊能尼日子什么样的日子？北昆伊能尼寒冷的日子，什么样的日子？查克舍勒伊能尼像针扎一般的日子，指的是寒冷的一种状态。好了，讲明白了吧？我认为聪明如你们都可以了。然后我现在给你。对比一个句子，叫做 Chuck 什么？被困伊能你这个层次咋画？什么在这里修饰的一定是后边这个被困，所以要这样画。什么样的日子？针扎般寒冷的日子，针扎般在这里是个副词，做状语修饰这个寒冷。什么样的寒冷？好似针扎一般的寒冷啊！Chak 什么北昆伊能尼？对，这句子一点问题没有。Chak 舍热北昆伊能尼这个句子也对，但是这两种表达它的句子层次不同啊，层次不同。好了，然后。的忒苏伦比是遇到什么啊？遇到什么啊？七是不是如果呀？如果遇到针扎般寒冷的日子，哎，这里我认为是个插入语啊，这里是插入的啊。往下，
昂阿的额木法尔西阿舒么哦豁的沙呼伦苏敦波拉都达里奇哦卓罗格色昂阿的额木法尔西阿舒么哦豁的沙呼伦苏敦波拉都达里奇哦卓罗格色昂阿德在嘴里，额木法尔西一片阿舒含么哦豁的，是这一页上的一个重点。我们其实讲过了啊，动词的么形加哦豁的，也可以用动词的拉形哦豁的，一样啊，一样。意思是若就如果是吧，做了为的话。假设做了这个动作会如何，是吧？那套到这一页里，就是假如在嘴里含了一片的话，沙呼伦苏敦波把冷空气拉布都，拉布都什么词性？形容词。它修饰谁？修饰动词。所以它缺了个啥？缺了个小一。一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形容词都要加一个工具格，或者叫用格，都一样。工具格或者叫用格这一回事儿啊，工具格或者用格的格助词一或者小你小一或者你来变成副词，也就是说这句话应该说成拉都一多多地怎么着是吧？但这里为啥没用呢？是不是就错了呀？当然，如果你严格的按照我们的规则的话，我们可以说它就是错了。句子成分残缺了，是吧？但是呢，同时我们也讲过，就是我们之所以说这个是形容词，那个是副词，都是在解放后我们搞满语语法研究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就是把印欧语的那一套词性系统强行套到了满语上。所以说，满语你得有形容词，你得有副词。当然，这个要说就展开说太多了，我们就不展开说了啊。那么呢，我们现在教学系统基本上还是这样，但在语法研究上，我们渐渐也在反思了，是吧？好了，这里呢，我们认为这个多，你可以说它是一个省略，或者干脆就是忘写了用格格助词小一的这个一个成分。你也可以说，这个拉都在这里，它就是由于它是非常常见的一个词，所以导致它兼具有了形容词和副词的词性。怎么讲都有理，是吧？反正我们这个课也不立足于搞这个语法研究，是吧？只给大家讲明白就得了，是吧？如果你们去写，那我建议这个用格或者叫工具格这个小一不能没有。好，把冷空气多多的怎么着？大力阻拦。七欧洲肉画下来，此处又要讲这个东西了。动词词干加七加 onbi 可以做某事儿，动词词干加七加欧洲拉库不可以做某事儿。动词词干加七加 onbi，然后以一结尾，所以变疑问的时候加乌就行了，变 onbi 可以做某事儿嘛？动词词干加七加欧。周拉库不可以做，对吧？第六元音结尾，所以要加 n 变疑问。欧周拉坤不可以做妈，这四个你要牢牢记住。但是呢，我们这里用的不是这四个里的任何一个，它用的是七欧周罗。咋就七欧周罗了？因为后边有个葛色，似乎如何？葛色我们讲过，它和阿达里都要求前边名词得用属格形式。动词就得用形容动词形式。那在此处，他想表达的是可以多多的拦截冷空气，可以应该是七 ombi，七 ombi 能不能接葛色？不能。为什么不能？因为七 ombi 结尾的元音，结尾的字母是一，是元音字母一。我们说了，动词的实体及其否定形式。或者说，动词的实体的肯定与否定形式才可以当形容动词用。它的前提是不能以一结尾，以一结尾的就不能当形容动词形式来用了。我们再整理一下，叫做分几个层次：一，不以一结尾；二，实或者体；三。
肯定或者否定这三个条件同时满足，不以一结尾，这第一条就不行。我们比以一结尾，那我们换个形式，换成 otro，没有任何差别，是吧？动词的 NB 形和动词的 RA 形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完全相同的啊。好了，第二，otro 是不是一个实体形式？是。第三，它是不是肯定或者否定形式？是因为它是肯定形式，三条都满足了，所以 otro 可以接格色，好似可以如何？打力气 otro 格色，好似可以阻拦，好似可以阻拦什么？好似可以阻拦冷空气，阻拦谁？谁后边加波，表示波前边的是阻拦的对象、内容、动作的直接承受者，怎么阻拦？拉不多多多的。后边应该有个小一，好了，这页清掉啊。这个同学，你要记笔记来不及呀，你可以让那个视频暂停。为什么我们这两年特别喜欢给大家录视频课呢？你线下课有线下课的好处，你能跟老师随时交流，说老师我这不懂，你给我再来一遍。但前提是班里头人数得少，是吧？三个、五个、10个、8个，你40人、80人，甚至我上120人的大课。你怎么提问呢？120人大课有什么互动吗？基本没有，是吧？除非是讲公开课，那扯淡，那都是安排的人，不然那么多人怎么可能有互动呢？视频课的好处呢，它的不足呢，就是我们很难互动，是吧？我在多个平台发，我也没办法到每个平台上去给你回复。但是它的好处在于，你可以随时暂停我的视频，做笔记，好好思考一下，是吧？反正我这个内容是反复讲，哎，你做好了笔记，早晚能记住，是不是？早晚能记住。好了。我们这个要讲的就这么多，还是啊，需要大家一键三连。怎么一键三连呢？你看这，哎，这底下有一个大拇指，这画的不像啊，这是个大拇指，是吧？长按这个大拇指，听叮叮叮一响，就是一摁，就是三连了，是吧？什么关注啊、投币啊，然后这边还有一个转发的键，是吧？哎，你再给我转发一下就非常好了啊。好，希望大家一键三连。啊，好，第12条就讲到这里，我们13条见。